影展，那这场影展叫做爱小田全影展。那我是主办单位之一的公司新闻议题中心的制作人叫周牧。那真正的主持人他现在可能还在高铁上，快要下高铁，然后再从高铁搭车来这边哈。那所以我们就是代理的主持人这样子哈。那我们在应该是上个月的17号吧哈，有办过另外一场影展。那已经播了艾小明老师的另外两部纪录片。那今天的两部纪录片呢，一部是跟性别的议题有关的，是《天堂花园》这部纪录片。那晚上还有一个是跟艾滋的权益有关的，叫做《陪洗回家》。那下午的这部片子其实比较长一点，大概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哈。它内容大概是讲在中国的一个。就是一个老师哈，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她就是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就死在她家里面，然后家属对这个死因其实是有怀疑的哈，认为说是应该她是受到性暴力，可是在一个很奇怪的不管是父权的结构或很奇怪的司法体制之下，这个案子始终就是没有家属始终认为说国家或者司法没有给这个他们的。女儿就是死掉的这个女老师的公道。那我们等一下也会请性别人权协会的秘书长黄平女士在影片播放完之后上来跟我们谈哈。那黄平女士其实像女士会很奇怪，不会很奇怪。黄平啊，那个就是黄平，大概我们在十几年前，就是我还在做记者的时候采访的时候，常常在一些场合碰到她。那不只是性别的议题。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指纹人权的那个议题，就是隐私权，个人资料。哦，各自的议题哈，他也有涉入。那我看稍微就是再回想一下过去，然后也上网也查一下资料，就是好像在性别的这个议题上面哈，就是好像就是在女性的团体。这边好像也起过一些争执，但是我想这个议题可能是，也许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那我们等一下也许请他来分享。那因为我们的播放大概就是从2点开始，我想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就先来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总共，其实它总共有5段啊，《天堂花园》总共有5段影片，就上中下。上中下拍完之后，艾老师觉得说那时候判决结果还没出来，所以他等到判决结果出来之后，他们又拍了一个判决结果，然后之后呢，他又拍了一个就是根据这个判决结果，很多中国的公民团体做了一个讨论研讨会，来探讨这个判决的意义。那其实我们今天大概只能播4段，因为5段播下来时间可能太长，但是我们可能会看正片上中下，然后再看这个判决结果。那也许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上中下。也许我们上中下播完之后，会有一点点的休息时间，然后再看那个判决结果，然后再休息一下子，然后再请黄平来引谈。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播放影片。2003年6月，我在孙志刚纪念网站上看到一封求助信，上面写着：“帮助过孙志刚的人，请你们也帮助我吧。”
表演的是黄静，他弹奏的曲目是《古丽飞舞》。2023年2月24号这一天，是我们的好孩子黄静出世的日子。自从2023年2月24日这天，我们的家就再没有快乐的气氛了。谁是当时的目击者？说说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当时校长，我们要这个绳子在那个窗户那两个小门跳去看看，看绳子在里面。那个毛在里面，好，小心不一样，它在里面。我们唯一的这种生意坏的，我今天早上是到底40号的50，到底。有一个女的下去了，把门开了了。他就去死了，死了以后我就校长呢，或者就是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民警呢，还有那个校长呢，他们不就进去吧？校长没进去。但是现在是他们校长没进去，四个里头校长，他跟我们校长没进去。校长一直没有进来。没进。嗯。但是我是在门外头。这个按道理就是个，是吧？第一个要冲进去，是吧？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是吧？唯一的。如果是我跟你，如果是当了不干的什么好的话，我们接到报警以后，这种死了没穿衣服，我当时我们意识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时就马上派我们的主管刑事民警啊，分局技术员啊，法医啊，跟分局的刑侦大队的领导汇了报，都来了。当时法医来了，我们一看那个情况，其实现场没有破坏痕迹，没有什么坏的。致死，也没有中毒的迹象，就这么死了。像这种猝死的情况是可以讲很多，实际上这猝死情况是医学上无法解释，对吧？江俊武也控制了嘛，问他当天晚上的这个情况，他基本都跟我们讲了，而且就谈恋爱。法医呢还是认为是因病死亡。我后来去了一下来了解的情况，他们说不是案子，讲明的我以为是很也不是很重视。派市一定了，我就接他一个电话，他说经济不行了，你快过来。我这一下子不行了，连路都不认识了。公安分局一直是不予立案的，我们坚持我们的观点，我们就是不能够立案这个事情。他说不是案子就不是案子，江静武要困你自己去问，我们没这个必要，我问了也不会给你看。这是宋建宇所长4月17号的上午跟我说的。为什么你们这里不立案呢？我们到现在，而且我做我个人观点啊，我都认为他现在不是个案子。我就说你这派出所你也太不像话了吧！我一个孩子和松松的这个一条心和的生命在你这个管区，死在你这个管区范围内，一下就没了。究竟怎么死的？你现在没跟我查清楚。采访当中，湘潭中心医院120急救中心李突福医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他被子先不了解的很整齐，就拿完以后把被子掀开，把你那个这个女的这个哈，没穿衣服。他不可能是心脏病死，即便是他们说的心脏病死，他怎么会这么大的这么多伤，赤身裸体没一个人死了呢？你就这么坚信女儿是他杀吗？我不能够排除，我只能这么
我也知道许多理由这么想，我也许多理由这么来分析。所以我反复听到我女儿的声音，她身体上的伤痕就是对我的表白。我明明看到我女儿是被他人害死的，怎么说是病死的呢？所以我只能我说，孩子对不起了，妈妈为了找到你被人害死的证据，你没有病的证据，只能给你做一个解剖了。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提出来要尸检的？尸检就是那天25号上午，当时这个达成的共识，我说要得应该做个尸检，对死者、对我儿子、对社会都有个交代啊。我说应该可以，最后就确定了尸检费暂由我垫付。你既然不算是是吧？家里死的人。怎么去解决？是不是？那当时他们说身上有伤，您看到没有？没有看，肯定没有伤。你没有看的？我没有，那我没看，我没。他自嘲的在网上，乃至于给记者讲的，啊，给他的律师讲的，说全身有300多处伤，有挣扎的，有因地殴的，是吧？有捏伤的，有磕的。是吧？针刺的，那至于还有呢，跟他等学了一天，几个人拿着蜜蜂又给他吃，是吧？活活在他的轮盖，是吧？这是他的网上的啊，这些东西都有，是吧？和轮盖，我认为他是讲假话，迷惑，就是刚才说的迷惑别人，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听了以后很动情，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呢，就一边倒。在这样的金钱诱惑下，使得某些执法人员受了黑钱，违背良心，侵犯法律，毁灭政治，草菅人命，披覆真凶。这是他网上搞的。田律师，您觉得您看到的伤，您觉得还有比这更重的？目前看到这个窝窝处的东西，胸部上抓的那两块噻，抓的那几块，就是那个皮肤，还有这个脖子上有这个指甲掐进去抓破这个皮肤的痕迹嘛。您觉得比这里还重？如果公布出来，那应该要重一点啊，应该是重一点。尸检报告，我们也是等尸检报告出来，尸检报告出来，我们不明不白，他说是害死的，是吧？3月6号出的。他那个26号，我们去拿那个法医，那个照片的时候，他不但不给照片，他就给了一个死亡证明，疾病死亡，要求赶快火化尸体，这无尽全吧。他尸体可以处理，黄静系因疾病死亡，特此证明此致。湘潭市公安局法医吴建群，2003年2月26日。他现在家属提出来，他说死者身上有300-400处伤吧。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他有很多东西我刚才完全不可相信。他现在变得这些东西我也无法去解释清楚。我也没整理一句话，我问心无愧，我是按我的正常工作程序在搞。25号做的法医鉴定，26号他就靠了这个死亡证明出来了，他就得了结果吧。你根本还没有检验就是结果。他也没有写系因什么病死亡，他只写了系因疾病死亡。那说话就根本就不负责任了。我要你做这个法医鉴定，你这个法医鉴定还没做出来是吧？你就是先见之明了，你是雄心了。就生理的鉴定已经也出来了，啊，他是属于病死的了。来的我就不怕的。现在，15号呢，上午就在那区政府，就开的协调会，协调会不成。当时的现场情况和现在的照片，谁哪个专家可以说他是窒息死的？他把他的窒息死的那个机理告诉大家看看。所谓后来说什么全身污渍，他那信上写了吧，那是尸斑。这人死以后吧，他的血液就下沉，
一楼法医室。要怎样回应？啊，我们跑法医怎样回应？知道吗？别的老师知道不知道的事儿？就是对于他的死，在老师当中有没有什么议论？就是觉得死得太离奇，太奇怪了。黄静老师他平常的身体状态是怎么样？平常的心理状态我觉得挺好的，至少在我们工作两年吧，没有发现有什么别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呢？他们两个是谈朋友，这是种过程。男方有时候有提出这种要求，女方不愿意。实际上男方他并没有，这也不是说很强迫，因为当天晚上他有觉得不舒服啊，不舒服的表现是那个树枝抽搐。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也问过他，我说你还有事没有？要去医院不？他说没有，没不要了。实际上男方他并没有，这也不是说很强迫，因为毕竟他还是处女，这才是处女，处女膜并没有破，你连个处女膜都没问题，怎么认为他是强暴了？他不是有个天堂花园吗？山东的一个牛肉，大连的一个大连的李静，江西的叫什么？徐建新啊，他们几个人，然后向公安部发了个电子邮件啊，发了个服务是吧？啊，这样就炒作了。啊，谢谢阿姨啊，谢谢。你最早听说这个案子是在2003年2月27号，事发三天之后。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你听到了这个电话。你为什么就赶到现场去了？一些，你像又是女教师，又是裸死，又是，这样的一些词汇组合到一起，如果再从新闻的角度上来说，这应该说是有很多的那个值得去报道的一个东西啊。这瞎想什么？今天又是报道不真实，那么些我报纸全部接了，是吧？那么些我的门里关的门里我要回，到时候我也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我以法律名义引用名单来，不是说他能够讲法，我不能够讲法啊！我听你的，刑事上是我的。好了，就我听你说，买你看解决不？我为我儿子的事情到底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我讲的，我听你这样说，我听你这样看。那么些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第一最重要的，他一辈子的前途。那么些我不能够随便由他来毁谤，由他来把他是吧？毁掉来。知道他消息非常的偶然，招聘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张废弃的就过期的报纸，然后我拿起来顺便一看，里面看到了一篇报道，就我们当地的一份报纸，看到一篇报道，然后我就看到上面他的名字，然后就是
看到了他一张照片，他爸爸拿着他的一张照片。人家说，黄金有一个网友给他建了一个网站，我就是什么网站？这个网址是我做的，就说其实这个平台，它这个网络，它提供了一个这个载体，它的平台不是。当时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本身呢，就是我跟黄金呢是很好的朋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说给他，纯粹就是一个纪念他，纪念他。这个网友吧，他经常就问，就在下面留言，就说现在案子怎么样？我们都挺着急，大家都关心这个事情。这个黄金这个案子，他遇到了不公正，不是你们一家的事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当时呢，就是江西有一个网友，他呢叫徐建新，问我关不关心这个案子，如果关心的话，可以一起为黄妈妈呼吁。后来我还是答应他了，然后我们一起，这个来做一个呼吁书，然后呢，征集了很多网上很多的这个跟帖，很多人都报名了。最后呢，我们一份是发给教育部，一份发给公安部。在华东，我可能是第一个去湘潭采访黄金案的记者。我们报纸发的还是比较大的嘛，是吧？做了三个版，大概吧有10000多字。我们报纸出来以后，国内大概有60多家网站全部转载了，效果这个反响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当初凤凰卫视他们那个文涛拍案那个栏目呀，他们的一个制片给我来电话，他们想做这个案子。这个黄静的事件，我最初都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但这个其实也是个危机啊。这危机是什么？就是说，在别的地方很少看到像中国这样的是网络发挥这么大的作用。你一篇网上发表贴出来的评论，当然有一些很有名的国际的大学者，比如说乔姆斯基，他们有些文章《纽约时报》都不发的，都是在网上去登的流传。但是问题是，他们在网上流传起来那个力量没有在中国那么大。哎、好像我就是感觉中 国特别大，这是因为这我们主流的电视台、报纸、电台啊。有时候跟不上互联网。对，其实我是很同意你说的这个，就是网络我们最后看到在有些案情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最后能够整个的改变这个事情的进程，也反映了言论渠道不畅通。对，就是你这个主流的媒体本来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像黄静这个事情一样，那么很多主流媒体都应该关注，比如说对妇女的暴力啊，很多，但是很多媒体呢就是鉴于各种原因他不关注，比如说包括有一家报纸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强奸两个字不能出现在报纸标题上，说这样啊，说这个很过分呢、啊、就是他本身把强奸这个词就当作一个污名。为什么？为什么曾经有一个阶段同性恋这个词儿不能出现在公开媒体上，他好像觉得这个事儿带有一种，那强奸是跟打劫杀人是罪啊，这是社会阴暗面、啊、这个社会阴暗面，强奸和其他暴力里面涉及的性呢又被人们笼上了压抑负面的意义，不雅。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欢迎来参加这个公民行动民记录资料库跟公司 PNN 新闻议题中心举办的这个爱小读维权影展的第二天。那这第二天我们刚才放的是第三部影片，那前两部片子基本上来讲都比较是在于包括乌克兰三日或者是在为什么话这样，我就是比较谈的是一个在政治权利或是公民权利的一种一般普遍广义的这种公民权利的抗争。那不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呢，其实会比较转向到一个有关性别这个部分的一些讨论。那其实每次看艾老师的片子，基本上来讲，我都会觉得他所要谈的都绝对不是一个个案，因为他的片子每次都会谈到非常庞大、非常庞杂，以及他会把很多各式各样相关的议题都会在影片当中去拿进来谈。那包括这部片子，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黄静的个案之外，其实一开始从孙志刚，那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上访的过程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类似的这些议题哦。那这些议题当然跟中国的独特的处境是有关，可是它其实同时也会是一个两岸基本上来讲都会共同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看到了黄静的妈妈的这个整个追踪的过程，我就想到两件事，一个就是想到苏建和的爸爸。他在整个苏建和的案子当中，在也是这个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一个父亲，为了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讲，几乎是已经
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是赔上去了哦。那另外其实如果你常会到监察院或是到立法院，你都会看到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抱着一个遗像或甚至抱着一个骨灰坛，在那边去要求这个司法能够还他们清白，还他们公道。那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影片，我都觉得，台湾似乎也有类似的这种状况。那当然，这我们今天的议题不会是只有在这个部分，也会把它回到一个有关于这个性别的议题上面。那今天跟大家邀请到的是性别人权协会的秘书长黄平。那我们今天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些互动的讨论。好，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黄平。尸体解剖这么赤裸裸的被放在大荧幕上，会有一点点想往后退，或者眼光想逃开。那我觉得也看见艾小明的某一种使用镜头的方式，他是这么的直白，那可能也跟他想表达的讯息，我觉得是相关的。就他的镜头语言，也正是他想表达的一个直接的讯息。那我觉得这个影片就是对我来说，其实真的还蛮复杂的。除了刚刚有提到，就是他在谈一个好像跟台湾不一样的政治环境的脉络下，我们的公民权的行使。但是我觉得当然也有一个是他用了一个性别的议题放在里头，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个他的特殊性。那回到那个所谓的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脉络，我觉得我看了以后就真的觉得还真的跟台湾我觉得没有太大差别。没有太大差别的原因并不是说台湾有一堆像这样子有冤不能屈的人，然后我们的司法非常的没有人性，跟公安一样这么的好像没有办法寻一个所谓的公正的管道。我觉得就是我在看这个东西很复杂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们都会觉得中国大陆好像很不民主，就像这个影片所描述的，就是人民简直是没有任何基本权利可以伸张。可是我觉得比较仔细的放进去看，我觉得那个里头人的某一种期待，我觉得跟台湾就很类似，就是他们期待一种公平正义，期待一种人民的声音被听见，但是被阻止了，就是非有冤不能伸。那台湾看似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常会对照台湾的民主有这么多民主的成果，可是我觉得我们依然会有这个期待，我们依然，我就谈到司法就是很多嘛，就是今天在看之前我们看了很多，其实也在谈台湾司法的片段，我们对司法依然是有我们的意见跟不满，也就是它还是有问题。那这个东西就让我会联想到，就是跟这个影片也有关的部分，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是我的意思说这个命题是不是这么的正确，就是我们最后人民的权益，我们必须还是用一个期待一个正义的司法来捍卫我们的权益，是不是这样？其实我是一个问号，但是我没有答案。因为如果我们循着这个片子的逻辑往下探究的话，我们就是必须要有越来越多的勇士出来去挑战司法，挑战司法，然后不断的逼他改，逼他改，改到我们觉得可以的地步。那显然中国大陆还在努力的过程，台湾也在努力的过程。那我的问号是说，这个努力下去是不是会得到我们一个正义的司法？那是我们权益的，怎么讲，要交托在那个地方的，还是我们也可以去思考其他的路径？那这个是因为艾小明不在了，没有办法跟他对话。我是觉得只是把它放在我们之间，让我们来共同思考这个问题，试试看。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是它的特殊性，是他谈到性别的议题。那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复杂，原因是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在所谓的应该讲是妇女运动啊，因为我们直接在讲女性的人生，人身伤害这件事情，反性别暴力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抗争了非常多年。早年确实是类似，就是比如说对于妇女的强暴，我们整个的舆论都会说，因为是她自己不检点，比如说她穿着可能太挑衅，然后她的语言，她可能就是
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讲了不该讲的话，然后所以他会有这样的被对待，所以有点像第一个是自找的。再来一个是，当然我们这个社会对于约会强暴、对于婚姻内的暴力的看待，也是大概十年内开始有点改变。我们承认了，你不能强迫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情，不管发生在什么样的关系里面，并不是那个关系优先决定了那个暴力的在或不在，成立或不成立。我觉得台湾是走过这段路。那显然我觉得艾小明他们在努力推动的，从2003年看到这个事件，我觉得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做，因为里面有一些也是当地的妇女运动者，他们已经在做很多事情，也设法跟国际做连结。那我觉得我不是说我们的运动先啊，中国大陆后啊，我觉得这样先后的顺序讲是有点不太正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不同的社会脉络也都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想要让社会看见女性啊，就是我们承受在性上的这件事情，这个性暴力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如果常常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说不就是不，所以才会有中间一些讨论。不过我也觉得复杂是因为台湾经过这些年针对妇女人身安全的一些保障，我们真的立了非常多的法。我现在很快就跳到台湾的脉络，因为这个影片大家都看得非常多了，所以等一下对话也可以回到影片里。那因为我在台湾做实务工作，我分享一些台湾经验，也把那个复杂度稍微能够提出来一下，也许对大家有点帮助。就是台湾经历了对于妇女人身安全的保障，比如说我们早年我们知道彭婉玲遇害的事件，使得政府其实就是民间做了很多，可能跟这个呼吁很像，但是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彭婉玲事件之后，促使了我们在妇女人身安全上得到政府非常大的注目，然后开始很多法案的不断过。那我们也有家庭暴力防治法，但是也是因为我们有杀夫案，也是惊天动地，也促使了一个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过。之前我是说政府确实是没有什么进展啊，但是后来确实，我们以目前来看，我们有非常多的法案保障妇女人身安全的。我们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我们有家庭暴力防治法，我们有性骚扰的专法，分布在不同的法案里，有教育的，有工作场所的，还有性骚扰防治法，所谓一般的情况的。其实我们有蛮多法律的所谓条文的保障。那刑法也已经修正了，我们有妨碍性自主，所以不再有像以前那种认为女人不检点这种什么妨碍风化的这个说法，现在很清楚，这叫妨碍性自主。那看似法律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条文出现了，所以其实你要依据法来办案是 OK 的。但是我要讲的复杂度就在于哦，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个桌上还有白玫瑰，就连接一下，之前不是也有白玫瑰运动，然后很大的一个公民运动出来说，恐龙法官怎么可以看到这个少女就幼女的被性侵害不算性侵害？其实当时有一个社会的，好像有个社会公民的意思跑出来，复杂就在这里哦，就这里面开始变成，就是我自己看到运动中我想要对话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的运动从对于妇女的安全的保障一路拉到法律都差不多就位了，甚至还想修得更严厉，就是罪要定得更重。那已经开始有法界的人认为，哎，会不会开始有一点违反了比例原则？也就是说，有一些犯行的怎么讲得到的 penalty 得到的处罚是低于在性上犯罪的，就是你只要跟性有关的任何犯罪，那个刑罚度都非常高，而且特别高，已经开始有一点好像，就是你犯的错多，你那惩罚要多，那你犯的错到底有这么严重吗？就是那个东西已经开始有些讨论。所以其实那时候白玫瑰运动里面那个讲恐龙法官那件事情，法界里面是有一些对话的，但是他没办法在公众，因为公众的舆论太强了，谁敢出来说，就觉得你这个人一定是站在男性的位置，站在既得利益的位置是有问题的。那当时我们就觉得有一点可惜是，
我认为啊，就说这次回到我前面说，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人民的权利就全部放在一个所谓公正的司法体系里面，由他来判？我其实觉得公民，或我比较用人民更比较符合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人民是可以更有一点力量的，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某种对话去确定我们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我觉得这是更有力量的。那这个力量的介入就会使得当我们在一个运动前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对妇女有所保障的时候，这里面会不会最后走到一种太单一的可能？我说的单一啊，是我曾经听过一个学者在跟我谈一个现象，在台湾不太可能发生像这个影片里面的事情，因为台湾的舆论就会先出来站一个清楚的立场。他们说其实很多只要跟性侵害、性骚扰相关的案子送到法院，跟以前的最大的差别是，台湾很有趣哦，以前不成案的比例很高，跟影片有点类似，但是现在这些案子90%都会成案，也就是法院不敢说这件事情不能成案。大家理解我要表达的一种复杂性，就是说有一种社会对话没有真的充分的展开，但是很快的只是用一个司法来做判准，然后司法又受到一种舆论的一种，就是很担心自己变成恐龙的一族，所以就会，我觉得也是某一种便宜形式，就是说在父权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对于女性受到性暴力的某种不理解，暴力在家庭里就不叫暴力，只要你们有约会关系是在谈恋爱，这个就没有暴力可言，没有强迫可言。从这个极端的父权心态，现在又转变到另外一个很怕自己做错事，或者是很怕自己被攻击的位置，我觉得两个都有问题。那这里面我认为缺乏一个比较好的公众对话。那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艾小明这个片子真有趣，它看似让我们去很清楚地面对对于妇女性暴力的重视，以及对于司法体制的不公平，这需要层层的改变。可是它也在里面放了一些片段，他不解释，他就是用纪录片的呈现。虽然我觉得他的纪录片非常煽情，他讲炒作，马上就开始快炒，那个妈妈撞到头，接着就小心碰头，就他里面很多连结，我觉得实在是很有剧情的效果。但是他放了一些资讯，如果我们仔细看，他会在里头最开始，他会让我们有所谓被害人跟犯罪嫌疑人。它会让两边的声音都出现，所以前面那个所谓犯罪嫌疑人的父母，他也让我们看到他为了他儿子，你知道他们一胎化之后家里就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所以都是宝，最后要维护小孩的利益，两边都看了很多法律的书，就那个妈妈也去看什么刑事诉讼法，其实这也是一个所谓人民的声音，他也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到了最后，我想艾小明如果在，我真的要问他，就是为什么，你知道最后就第三集的最后那个鲁豫有约，大家知道这个谈话性节目吗？可能有的人不熟悉，那是在中国大陆非常红的一个谈话性节目，那个女主持能够上那个节目，大概我看到的都是演艺圈一线的那种的人去接受访问。很有趣的是，他邀请的是那个所谓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然后让他发表一段谈话。我觉得那个社会脉络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艾小明显然他是站在这个黄妈妈这边，然后做了一些陈述。但是为什么鲁豫有约这么一个有公信力的谈话性节目，但是他找的是那个人的辩护律师，我就没办法确认。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他让一些观点出来，甚至在中间还去问了黄静的姐姐，说我想社会一定有一些不同声音出来，认为可能那个男的是被冤枉的。他还问了他一句话，说如果人们说这是冤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认为
这个是我比较欣赏的观点，我认为这里面可以开始有对话，就是说我们在看一个我的冤屈受损的时候，我们仰赖的是所谓公正的验尸的报告，仰赖公正的法院，仰赖公正的这个司法制度来把我的冤屈能够有所澄清。然后里面有一段话我也觉得实在是令人就是很印象深刻，就是那个中山大学那个验尸的教授，然后他就说他在这个案子里发现原来他的工作是这么的受到社会的期望，也就是他掌握了证据，证据说这样事情就是这样，证据如果说另外一件事情，事情就另外发展，所以好像他们某种变得好重要，就是因为它就是最客观最科学的一个证据的可能性。那我就会觉得像这个里头就是这一块就是讲到就是也是前面讲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只能等一个公正的证据在发言，可是其实再公正的证据你都还是会就是在那个对话过程里面还是双方都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这不是我的意思，说不是说社会没有是非，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一些理解是确实可以进去理解的。那回到黄静的案子，我再把那个复杂的部分以及艾小明有提出来的部分稍微再讲一点点，然后也许我们就可以开放。我的功能纯粹只是想提出一些观点而跟大家讨论，也就是从这个案子的整个发展，从黄静是病死到后来有一个验尸出来叫特殊性行为。其实什么是特殊性行为？其实当时我非常惊讶看到这个的出现，我想说天哪，他们的法院他们的验尸的那个专家里面这么的先进，就是已经你知道台湾到现在才让大家有一点认识所谓特殊性行为。他们里面访问了一个在中国大陆还蛮有分量的性别的教授李银河，他有提到那一块所谓特殊性行为，他讲的是愚虐，就是性虐，就是我们在性行为进行的过程里面，台湾已经有专属的团体，也常常有些文化表演所谓的 BDSM 性愚虐。他说性愚虐作为一个性行为的展现，确实会让你彼此之间有那种接近我要你死的状态，可是我会勒你，我会打你，然后以便我们可以产生一种接近，对吧？这有很多不一样的愉悦的方式，但是接近一种打与被打的性。那这个东西在有一些的这个女性主义是复杂的，在女性主义里面有一个女性主义法学家，这个里面艾小明也有提到那个女性主义法学，但是那个女性主义法学的概念是她认为 BDSM 也是一种性暴力，她不承认那个愉悦的本质，这个是一直有对话的。但是李银河的意思是说确实有 BDSM 这个性愉悦的存在，有这样的性的行为跟认同，可是他觉得黄静兰不是。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因为这个我们就在对话，至少法院跟那个他有看见这个的存在，不是看不见。那很快跳到台湾啊，是其实台湾也发生过，跟黄庆海完全没关，我只是提供一个参考点。台湾发生过早期发生一个男同志的死亡案件，他们就是在从事性愚虐的性行为，然后因为他们要接近那种最高层次的你知道性的快感，但是可能是我认为啦，就是这不是论断的事情，但是我的理解是因为这个社会在那个年代是比较紧缩的，所以他们对于得到这个资讯是比较欠缺的，那也没有太多的资源，所以可能在操作的过程出了一点小的状况，所以就两个人进行完这个行为之后就没有及时的，因为他们是用窒息性爱的方式，所以可能就很嗨，然后就休息了，没有注意到有一方没有及时的让他离开窒息的状态，所以真的就死了一个人，就两方死了一个人，那最后也是弄得沸沸扬扬，那整个社会的舆论的讨论，因为对于整个事件的发展啊，就用一种追索的方式，就是探叫窥探隐私的方式，当时也是极尽可能的，同志团也跳出来，觉得对同志是一个很大的污名，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案子就是复杂的。那当然就说死亡的话，总是有人杀人要负责嘛。也就是说，这个跟黄静完全没关了。我只是在讲说，因为对于性愉悦这个性行为的不理解，所以当时在追查那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没有把这个放进去。所以那个一方死亡，另外一方就等于杀人凶手。所以当时在这个过程变成我们还要去协助那个没死的那一方，让社会理解那个性行为本身的存在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状况下。包括林和提到你情我愿，但是你知道那个安全措施可能没有真的做好，可能就有个意外，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意思。回到黄静这里面的那一点点小空间，就是因为他们用了特殊性行为，似乎表达他们的性，就是两个，一个是他是被暴力对待，就是一个人不从，另外一个人就是要强行对他进行性行为。那另外的有一点空间，看似他们在讲他们会不会是在进行那一种 BDSM 的性爱。不过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办法判断，但是我只是看影片，我认为我比较会同意林和的看法。原因是因为他们说黄静可能她并不是一个性很活跃的女性，就是在里面有描述到，比如说她还是处女等等，这个是至少她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我会猜测是，如果她是会进行这样的性行为的话，那表示她是有性经验的，她是有经验的一方，所以不至于会被他们里面推测到从这一方来推测。可是我不知道对案子做任何讨论，只是觉得我想提一个观点是，确实在性行为的现场会有很多复杂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我们可以比较坦诚的，不带任何污名的，不忌讳的，包括家长也不忌讳自己女儿与人发生性，就可以到这个程度。这一点我觉得黄静的姐姐，我觉得她有开放到这个程度，甚至我觉得黄静的妈妈也开放到这个程度。如果大家还记得中间有一段，其中一个学者在跟黄静的妈妈对话，对那个验尸报告做对话的时候，黄静的妈妈有说，因为她就说那个窒息死亡的那一段，她就说，哎，如果你这样讲，这一段我可以接受，也就是她是可以不断调资料，也就是说她是可以接受。如果你清清楚楚跟我讲怎么回事，我可以接受。那我觉得，哎，这还不错，这都作为在对话基础上一种可能性，不是极端的，就是你一定是什么，我的女儿只要跟你发生了性，她就是被你强暴。这个目前在台湾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让我们有点小小的担心，就是我们要保护的那个主要的那个被侵害的部分，也不能被一种你知道性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性的比较保守的一种状态去连接。因为最保守就会变成男生跟女生只要发生性，女的就被强暴，这个绝对不是我们乐见的一种状态。我们也希望就是在对于女性的性暴力的保护之上，我们是可以看见女性的性自主跟性自由的空间的。那这是我基本的态度，那也希望以下来跟各位进行一些对话。好，谢谢。好，谢谢王皮的。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假设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也许开始我们会站在一个要所谓保护的角度，甚至某种道德的角度，然后不断的去控诉、批判某一个方向。那其实艾小龙的片子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它不是站在一个纯粹的道德批判的角度，而是让事情是有试图对话的可能性的。那这其实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在拍纪录片，既然它是一个纪录片，它就必须要存在的一些元素，就是有太多的纪录片就感觉就是一个好像一直不断在骂人。那这个骂人其实那被骂的那一方他到底的想法是什么，其实在很多的片子，特别在台湾的片子里面，我也是看得到。那所以他开启了一个讨论的可能性，那也是一个网民把这个议题其实拉到更广泛的一个部分，可以来做一些思考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来交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如果不管你是对这部片子的一些意见回馈，
或者是一些感想，或是对王平刚提出来几个面向有一些要再进一步来做一些延伸讨论的，或是纯粹自己想要谈一些跟这个部片子相关或者连结性不是很高的部分，都很欢迎大家能够提出来。我们把以下时间就开放给现场的各位。需要。我原本以为会看这边看到很累，但是其实发现非常好看，然后就很细这样。然后我看这部片，我有一个小小的发现，以及就是，好，就我的问题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关于什么潜在性病变啊，还有什么什么接触说啊，就是接触潜在性病变，听起来都是非常平或一个有点就是代换过的词。那这种不病逝的状态，其实是很不应该出现在司法的状况里面嘛。然后我记得看到那个有一个不知道是记者还是一个律师说，你这样子就有点像是日本侵略之后说叫做进出而非侵略这样，所以我觉得很有，就我自己感觉到说这个普遍的司法不公，或者是这种普遍性的代换的这名词，使得这个司法犯人或乃至于推动无法确切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在语言上的一个缺失。然后我要问的问题是说，这种普遍的代换的这个状况的底下，其实像不管是黄妈妈或者什么，他们其实是要追查所谓的事实嘛。那那个事实可能就不能说什么时候潜在性病变，就是到底是心脏病还是到底是肺功能失调还是什么，这都没有说清楚什么潜在性病变，这是非常非常不耻的。对，然后呢，我要问的问题是说，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说，其实两造双方都在追查某一种状态的真实，然后当然那个司法的那种代换的过程，其实让人所不满。但我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那个，因为我对艾小萌这个作者非常的好奇，就是他非常的维权的性格，但他自己在中山大学又是搞性别。虽然他是在挂在底下文学里面，但他其实好像也有性别的，或许跟研究室也有，就是你比较清楚到底是什么，跟台大或怎么样是差在哪里。然后我又觉得很妙的是说，如果当一个纪录片又被属性化为比较阴性的或女性的一个视角，哦，我想到了为什么，就这部片我对不能够接受的是追妈妈这条线。因为这艾小萌，他其实某程度是追妈妈这条线，但实际上这妈妈也很厉害。这个，但是这个爸爸相对就爱哭这样，就是没了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原本对这件事情并没有觉得反感，但当我看到那些记者扒过来，不去问事实，去问，只会把那个妈妈做得很坚毅勇敢，然后世界非常的那个困难重重，然后一个坚韧不拔的母亲如何跋山涉水干嘛？我觉得狗屎。那个东西就是一个代换过的字眼，对我来讲，就是个妈妈懂坚毅的，然后是司法功夫的险恶，然后不想司法险恶，然后就说是长途跋涉干嘛的这样。然后我觉得那个整个叙事的那个新闻栏位的做法，说啊，我们就不要讲那些真实的问题，那个司法都在办理，我们不好讲。然后我们就只想呈现一个母亲的看法。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更系统性的代换，就是说，更系统性的进出、系统性的接触、系统性的妈妈这样子。我就特别不舒服，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件事情，就是那些新闻记者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反过来想说，那艾小萌他追母亲或女性，虽然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关于强奸或性侵的问题，但是如果他在叙事上是走妈妈这条路线，虽然这妈妈的确是很特别，但是我觉得这个难道就不跟那个记者一样吗？对，这是我蛮好奇的部分。我觉得我有点在内部有点打架，就是在这个感觉上，我不知道怎么看。
我先简单回应，从后面往前好了。其实我觉得你也提出一个非常清楚的质问吧。其实艾小明应该在的，就是说，其实对于一个要追求所谓的公正客观，比如说我要你拿证据，你们公安怎么不给我拿证据？至少通过个人的人民的努力去把证据摊在大家面前看，然后找到有公信力的、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没有拿钱来办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做，比如说尸体的检验等等。可是本身我们就会看到里头的一些媒体记者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以地方的报纸跟地方电台是比较狗血的，就是走撒狗血路线嘛，就是煽情路线，就是讲到妈妈的那种爱与温暖。我猜测这个比较是一种能够让这个议题被看见的方式，因为我确实也看过一些报纸，他不能批评公安，你批评公安可能就被撤掉。但是这个东西当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这个纪录片是叫追查真相，可是我们在追查真相的时候有人协助我们，可他协助我们的方式是用一种煽情的方式，那这个会不会这种煽情某一方面也强化了某一种让真相看不见的可能？有可能，就是我们你知道其实到了最后也会有一点，就是因为媒体来了嘛。其实我觉得我也要承认啊，我们作为民间团体有时候也跟媒体打交道，看到媒体出现有时候会稍稍演一下戏，跟媒体也在嘛，你们都知道的，我们互相每次来了以后就说，哎，你们记者会怎么没有什么图面图像不能交差，我说我们讲得很好，但是发言多么有深度。他说不行啊，你们要给我拍东西，又要拍嘛，是文字。我就想说这几个人又不太怎么样，来来来，我们来演个戏啊，我们扮个样子啊，就给他拍，没办法，会有那个程度。可是我会觉得那个煽情的部分确实是需要被看见的，因为强调一个母亲的坚毅，它并不是我们真正在追求的妇女的某种独立自主的一种面向。可是我觉得那个中央台的那个记者也跟艾小明有一个对话，但是那个对话又还没继续下去。如果你还记得，他就说之前我做的时候跟你对话过，我希望我们就是只是谈法律，只是谈案件的事实。我觉得你是带着一种或是学术研究呢，或者是某种性别研究的位置，那个人在跟他对话，他不同意这个位置。我觉得那个还可以再对话下去，因为艾小明想提出的是一种视角，也就是说在父权社会里面，我们必须要戳破某一种父权的视角，因为看事情都是用男性的眼光看的，所以我们是提供一个视角的角度。那可是提供这个视角的角度并不等于要煽情嘛，我觉得这是两件事。但是我觉得那个对话也有趣，就是大家在跟那个中央台的对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也看到那个，这是一个回应后面的。前面的那个你说那个，我们又把一些词汇放进去，好像侵略就变成进入去权力化去那种的状态哦，我没有答案，但是我可能是在想，会不会这里有司法的专业嘛？就是会不会在司法体系里面，他们必须要用一种方式来表现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就不能有价值判断，就他要陈述事实，他就不能有价值判断，他不能说你欺负了他，那你就得负责任。他只能说你打可以，就是他要用一种所谓客观的说法。那个接，我觉得那个潜在性病理这是一个他们用的方式，但是我就没有回应这个，因为你刚刚把潜在性病理跟接触放在一起讲，那我可能要稍微讲一下接触跟插入，因为这个是判断性侵成不成立的一个要件。台湾的刑事过去也是，就是要我们的强暴、强奸啊，应该说强奸案的成立的要件，确实有一点有趣。就这以前被批评过很多次，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改了，所以不是这样。以前是一定要阴茎插入阴道，所以没有阴茎的人就不可能犯强奸罪，大家理解哦。没有阴道的人也不会被犯强奸罪，也不会是受害者，就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要有阴茎的人，而且阴茎要进入阴道，如果没有进去也不算。进去以后呢，这个阴茎的拥有者
要满足了他的阅历意，就是这个要爽到了，就是你知道以前那个强奸的要件有点有趣，我觉得现在拿出来讨论，我又觉得说，哎，他们脑子在想什么？但是可能又很怕判错啊，就是怎么样，所以才会有什么强奸终止、强奸未遂、强奸什么，会有这么多名词。我认为还是在那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旧的那种对强奸的想象里面。那当然，我们现在刑法也改了嘛，所以就已经不会只是这样来看，所以就没有什么接触、插入的这样分别，就是只要违反了这个人的意愿，其实就是妨碍他的性自主。这个只是一个小小回应嘛，只是觉得有趣，分享一下。其实我自己接触中国媒体的经验，特别是电视媒体哦，就是比较震惊的大概就是中央电视台，那其他的地方电视台其实它的洒狗血的程度恐怕都不会输给台湾。那当然它有它特殊的一些处境的因素啊，就是说我想有两个原因，就是因为开始中国的电视台开始也走向商业化，所以它会面临，虽然它还是国有的，但是它基本上还是要面临到商业的竞争，所以这个商业竞争它就必须要用一些比较所谓的洒狗血的手法。那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台的报道，那个报道就是非常的好玩，就是那个记者是，他就是有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就是会找那个所谓的智障的，然后去抓，把他抓去，然后去工作，然后这个去虐待他，然后帮这些人赚钱。然后就有一个记者呢，他就带了一个潜藏的摄影机，然后呢就把自己当作是演成智障的人，他真的演了，我一直看都觉得是假的，但是他真的是。看到后来他自己做了一个报道，他就是混到那个所谓的人口贩运的集团里面，然后在那边跟他们生活，然后就一直偷拍，然后最后被发现，然后他整个的过程是他怎么去逃离那个被偷拍，怎么去逃离出来那个所谓的那个犯罪集团的魔掌的那个过程哦，所以他跟就是你会觉得根本就是在演戏，可是他又有某种真实。那这个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刚刚讲的，他其实因为越来越商业化，他必须这样子做。那可是第二个就是说。你要他去认真的在地方里面去谈这种所谓的司法的问题，恐怕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在中国的媒体，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常常用一种话叫异地监督。什么叫异地监督？是湖南的媒体去监督广州的政府，然后广州的政府去监督这个湖北政府。那因为你不可能去监督自己的，因为全部都是党的系统嘛，你不可能去监督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党的体系，所以他就发展出异地监督的这种做法。那发展出异地监督，现在呢也被识破了，所以现在他们也会规范说，你连异地监督这件事情都不能够做，那怎么办？那用那种比较煽情的手法，用讲故事的手法，一方面他真的是比较容易吸引人。其实台湾很多 NGO 都喜欢谈个案，然后甚至我都觉得某种是一种贩卖个案，然后去博取媒体的注意。那可是，在某个角度来讲，从 NGO 的角度，或者从一个这种所谓的能够把这个议题让更多人讨论的这种面向，似乎好像又是一个不得不的做法。要不然，你现在的这种所谓媒体的生态，或者一般大众对于这些议题的关切的程度，恐怕它是很难去推广出去的。我不晓得在这里面的片子里面，是不是要特别的要去谈这件事情。哇，那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不清楚。可是我是讲是说，在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媒体，那的确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而且我所知道是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再来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是回到这个片子本身，就是到底艾老师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我觉得那很清楚啦，就是既然是一个维权，或者既然是这个部分，他当然会去有他非常清楚的立场去做。那为什么里面都是，其实也不是只有黄爸爸消失？里面的绝大多数的男性都是消失的，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些男的都很弱吗？还是说这是特别去选择的视角？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无损于我们对这部片子的理解，因为我们从艾小龙的本身，或者是从他所访谈的这个对象，或者只要追踪的这条路线，你都可以看得清楚他是从什么角度去谈这件事情。那只要我们知道他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谈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他就对于我们去理解他的事实的陈述，我们自己对作为读者，对作为一个观众，其实我们就相对之下就比较多的判断的空间。好，就是我们其实就我觉得他还蛮诚实的，或者他很清楚的告诉你是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你要怎么去解读，你就不要只是从我的角度去解读嘛。那这个空间其实相对比较，这跟台湾的媒体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台湾的媒体不断强调自己客观中立，其实都不是。但他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我的立场。
我的视角，我从哪里切入去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嗯，好。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为什么会是黄妈妈这样子？当然，用妈妈可能也是大家都会叫她黄妈妈，其实大部分是叫她黄老师，因为她自己也是老师。我觉得可能因为一个是女儿的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个妈妈确实做了最多事，所以追就是追黄淑华这个人，只是她刚好是个女性。那如果说她之前2003，她刚开始跟的是那个孙志刚的事件，那个时候就是孙爸爸。也就是说，那个事件关心的，或者是参与的，或协助的，是那个父亲的角色。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纯粹是因为刚好是一个妈妈在关心她女儿的事，那个女性的角色吧。但是我不知道艾小明会不会也因为是一个女性在关心的女性，所以她更能够跟他们一起工作。几乎每一个过程，这两三年就像一直陪同，一直陪同，会不会跟这个也有关？那这个我就不清楚，但是我只是觉得，确实不是刻意要把爸爸隐藏在旁边，确实这个主动发动的是这个黄老师。不过晚上会跟艾小明连线，这也许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可以直接的问艾老师。好，不晓得我们现在还有没有一些要分享的部分？可以到前面来吗？性别妇女，特别是妇女团体，传统的妇女团体，对，去抗议，然后去抗议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叫去订立一个公约嘛，好，就是编辑报道公约，所以就是包括刚刚提到什么样的字可以用，什么样的字不能用，例如说强奸这件事情，包括像防暴联盟啊，或者是像妇联会啊这些公民团体，就是非常坚持说不可以用强奸，好，就是觉得这个强奸这个概念是不好的，或者我不太能够理解这个原因是什么。新三社他只是做一个事实的陈述，然后我自己都会觉得，哎，那现在怎么办？就是这个字眼为什么，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字眼为什么不能用，或者是说，这样子去限制，其实会不会是让很多东西它不容易被讨论出来？那这不容易被讨论出来，我不知道跟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会不会有一些关联？就是他刚刚提到说，我们应该让这个东西是更充分的被讨论，可是他常常会限于篇幅的关系，或者偏于其他的这个角度，使得这个东西很难再被社会里面去讨论。我觉得好像刚好有两个问题同时存在。那先讲这边，就是对我来说，强奸
因为我们连法律用语都会用，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太多，我觉得我个人看法，因为我没有跟这些团体讨论，但是我个人看法，我还没有那种说强奸这个字是不能用的这种焦虑或者是这种担心，我倒没有。那至于他们觉得不能用，我猜，很努力的猜，会不会他认为奸这个字在字义上或字形上是三个女，三女成奸，所以他们觉得对女性是一种不好的事情，但是又好像不尽然，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太多字不能用了，就是我们现在中文里面好多都要改，所以只是放在这里。那我比较想连到刚刚他提的那个有序啊，就说媒体在报道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就是就事论事，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事情，就来好好的客观的把事情告诉大家，然后我们常常都说读者有知的权利，你要提供知识给我，事实告诉我。其实这里面就是有点我已经搞不太清楚，是我们不要看还是媒体不要给的，就是这里面是一个很复杂的对话。因为媒体常常很好很认真的写了一篇很认真的很有知识性的人民也需要知道的一篇报道在那里，然后这种报纸我想第一个不会卖，人们也不会去买，也不会什么，那有些报纸一下就缺货了，就是它一定有它的道理。那这个关联性是怎么回事，是你知道这个被动跟主动这个关联是怎么回事，这实在是需要好好的对话。那在中国大陆，我觉得他们是用温情去包装某一种想要给人家看到的东西。台湾呢，是用刚刚老师讲的煽心色去包装。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苹果的所有的言论在中国大陆是完全被禁的，你苹果日报也点不进去，你刊物一周刊也是不可能看，他们就是不要这一块，可他们有别的，他们不发展别的。然后同样的发展也会，比如说一个妇女被强暴了，在那边也是会被讪笑嘛，不是说中间有小段也提到了。那我觉得这一点又有点类似，只是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不过再回来刚刚提到的那个，在一个媒体的，我觉得那个是叫自律公约里面，我们刚刚讨论的内容包含什么？其实就会有些团体要求媒体很多事情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不能报道，就是要谨守一些原则。但是对媒体而言，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我言论自由的一个表现。如果连媒体、连新闻的自由都要这样限制了，那就言论自由几乎是没有空间了。那我基本上是认为，媒体应该是尽量报道所有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只要开始认为我们有权利对媒体进行某一种限制，那个因为限制一出来，我觉得都是有人在规定。那谁规定？会限制什么？最后也不是我在决定的，但是我因此可能会丧失一些看见某些事实真相的。所以我是从来都非常支持新闻自由的，我觉得这对我们人民来说是太宝贵、太宝贵的资产。资深媒体人，不过刚刚有提到是那个主动被动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不会是大家不喜欢看严肃的东西，而是讲故事的能力太差。就是说，对没写好，或者是没有报道好。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我都常跟同学提这个，我觉得不是大家不喜欢看，只是我们怎么样做到大家想要看。就你怎么去从一些故事去连接，当然这故事不一定是新三，可是它应该是有很多的那个转折的过程而没有去处理到。那其实现在媒体的接种，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对严肃新闻的想象就是很严肃嘛。所以我就觉得严肃就是应该用严肃的方式去表达，这严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那第二个是现在目前的这种所谓生产的条件，这个劳动的条件，事实上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记者好好的去思考，我怎么样把这个故事去这个世界去好好的呈现出来，让大家想要看。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在里面，它恐怕不是一个谁主动跟被动的问题，这整个生产的过程其实都很多需要再继续再考虑。我可以问，因为看
起来现场应该有些是新闻专业的，除了我认识的以外，或者是在学习的。对，因为我就在想说，我们在产生一个新闻的时候，那个劳动条件会不会某一方面是需要被怎么讲，被照顾的，或者是被考虑的？比如说你让我没有一个好的时间，你要我交出一份深度报道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刚刚不是有说看艾小明这个片子这么长，可是大家看了不会累，第四集还想看，第五集其实也可以看完，感觉有那种可能性。这么长的片子通常都坐不住，可是我们没有，我们觉得它里面有很多东西让我们得到了充分的知识，而且理解，而且还想再看下去。但是这个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去做？他拍了多久？而且我觉得他的剪接应该也花了很多时间，因为如果你每天拍，你那个袋子简直是，我想你们这种资深的就知道，那简直不是一个一般人能够做的事情，很辛苦。但是我们在新闻产生的这一块，我是很不清楚我们的劳动条件是不是能够支持我们有可能发展一个有深度的报道。我认为这个也会是可以对话的一部分。对，动物哥还是要请，对，年轻，而有些还在就学的学生嘛，哈，都来这里实习的都有，对。你讲今天最后一句啊，圣灵哥吗？圣灵哥，电影一哥，电传一哥，电传中正一哥，没有中正大学，你要不要这样？你在 PN 实习有被压榨吗？没有，不敢讲。放在那里放弃。我们大家要分享一下这个，对。所以蛮多人都有制作新闻的经验嘛，对不对？应该是笑的人应该都是有的感觉。这边很多台大新闻所的。是啊。对。啊。那不敢讲，因为怕大家都怕你。大概只能讲一下那个条件的，你刚讲的印象那个条件的问题，然后我也想问一个问题，那条我原来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比较有时间去好好的去采访一个新闻事件，因为我们不像电视台的记者，比如说早上九点到，当然我的经验是公司啦，公司很奇怪的一个电视台。就是早上九点到，然后从内湖出发到那个就采访的地点，就可以大概10点这样子跑，然后采访一个小时他就要回去了，因为现在是中午就要发新闻，那以前是晚上要发新闻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时间比那个一般的电视台稍微长一点。那我的经验是说，以前我们有的确有比一般电视台长的时间去做新闻，所以我们的报道叫深度报道。但是别人笑说是长度报道，那是一天嘛。那我们的人家的新闻一则一分钟，我们可以做3分钟，所以一个受访者他可以有2-3次，就是被卡15秒的时间这样出来。那别的电视台可能就10秒，一次或两次这样子。那后来我就是这是我们的情况。那你想想看，一个复杂的事件，一个电视台只有十几个记者，就是公司，其他电视台可能也一样。那他被分到这个线，然后他如果不是长期在跑这个线的话，他可能对这个线没什么了解。所以他早上去了，然后今天跑这个新闻，明天可能跑另外的新闻，就很难维持在同一个线上很久的记者其实很少。即使是有很多资深的，就做了大概10年左右的记者吧，他可能也不是天天在跑。比如说他跑环保，他可能也不是天天在跑环保，他可能哪一天那个主管觉得说这个环保的线比较淡，他就被叫到另外一个线去跑。那所以环保的线上，他可能本来要拿去跟就是采访对象打交道，去打基础的那个时间就相对缩短。但是这种情况还算好的，如果他那个线真的能跑5年10年的话，他就有比较长的时间做这个事。
那单立新闻的可能性的确是很小，就是说他每天只能花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那后来我到了独立特派员，或者就是像这样的节目，我们的制作的时间是一个半月，一组记者一个半月的时间，他花一个半月的时间去做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一个小时的节目可能是三折十五分钟的报道这样子。那其实很多记者也在抱怨说，我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一个节目做得完整。那我觉得这的确是可能是怎么讲，就是说故事的技巧没有被训练好。那就是严肃的，就是很多记者来做深度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对图像其实还没有思考得很清楚，所以就变成说他用平面媒体的那个思维在做电视的深度报道。那他把他很多他想讲的话，很多访问都剪进去这里面，就觉得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好看。那可是他对议题的确是有就是比较有时间去研究，好好的去我们很多资深的做深度报道记者的确都对议题了解比较清楚，然后但是基本上反映在收视率上的蛮少，就是做的很有深度的应该怎么讲，就是被受访者觉得很高兴，说哇你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对我来讲是太重要了，你这个记者真好。但是就电视台的立场来讲，那几个收视率可能很差，那我们的经验通常都是这样。然后我有个问题，就是其实也跟刚谈的有关，比如说你刚讲的 BDSM 那个新闻，那个新闻我记得就是说他出来的时候那大家都在猜那个死因是什么，然后后来就有媒体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就是我记得是自由时报的记者，但是以前我在自由时报待过，是我一个前辈写，他就写自行式性爱，然后就写的是很手动很夸张。那以前我在跑社团的新闻的时候，的确对这种东西都觉得害怕，就是说要怎么写才不会被你们这些人权团体、社运团体骂，说你们写这个东西，你们写这个那个样子。然后就是我刚讲，就是有一个观点，就是灰旗的新闻。那这种东西到底要怎么写？那你刚刚说其实这种东西应该是你认为应该是尽量让它写出来，好，尽量让它写出来。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对很多记者来讲，他可能都觉得说无所适从。像王瑞，好，糟糕，我要说出来，王瑞。就是现在名嘴，就是写那个自行式性爱那篇东西，他写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每一百团体好像是一篇骂声，就是对，就是因为很多电视台在根据他写的新闻去做电视的报道，然后自行式性爱这个名字在那时候就哇沸沸扬扬就很红，然后那个美改的团体后来好像也出来讲，还是性别团体出来批评这些少和少团体，我忘了，反正就是说。这个太亏奇了，然后失去那个，就是你到底要报道什么东西？那但是写这个东西基本上，或者是电视台在制作这样的报道的时候，基本上主管是很喜欢的，他觉得有收视率。好，那我们不管收视率这一次，好，那有些记者比较小心，就会觉得说我不该写这个，不该写这个，到最后就不知道要写什么。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就说。有的人说新闻是个案式去判断，可是我不晓得，如果放在这个事情里面的话，到底我们要怎么报道？站在性别团体的立场，或者是就是或者站在一般观众的立场，才会觉得说这是 OK， 这是有问题。我先回答就是我刚刚提那个也是因为想说，其实性的复杂程度。台湾也发生过，那是跟这个片子可以有一些小小对话。我会支持那个知识性性爱或是 BDSM 做报道，我甚至觉得应该再清楚一点的报道。我说的窥其是因为我认为他在报道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的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他是用一种，比如说他为了要看这个凶杀案发生了什么事，找到里面有个行为，然后他就把这个行为大概研究了一下，找了一些资料，他就写。但是他接下去我觉得比较有问题的地方是他连接到这个个案，所以这个个案就粘在这个窒息性性爱上。然后当时有一个报道是说，它就变成，你知道，窒息性爱变成是一种男同志才有的性行为，其实它是有一点问题的。可是他如果只是去谈窒息性性爱这件事情，把它描述清楚，其实它是一个很广泛的性行为。比如说他后来很多，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也比较有知识嘛，知道其实常常有一些不小心在情人之间，这个情人有各种不同的性倾向，都会发生这个。那如果是在欧美的话，发生最多的是在青少年的男性，就他们会自己去玩，然后常常有些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事件，因为他都在自己在家里去实践这个窒息性性爱。其实这些资讯我们是有的，但是可能对媒体记者或当时的台湾的一般大众来说，还不太了解这件事情，然后又要很快连接到那个男同志的凶杀案里面。我认为当时的报道是不是那篇我不确定，是连接的，就是有点单向。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团体内部，我们当时就有一些人说，我们要跳出来撇清我们跟这个性爱模式的关系。我说这就很奇怪了，我们也有做啊，但是不完全是你做，可是你要撇清就很奇怪。那当时还发生过我觉得最离谱的事情，这个也是团体自己内部我觉得要对话的。为了不让大家觉得我们是有污名的，所以我们就要干干净净。那有一个男同志就会说，男同志不肛交都是异性恋，就是觉得肛交又是不好的事情了。那我觉得不用这种自断生路，好好的一个性行为，在人类社会里面这么丰富的一种性的太阳，什么样的人都可能会去实践，就看你的性认同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性行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它连接到男同志的身份，然后接着就去追究那个男同志自己。那个我也有意见的是，有一个报道就会说什么，每次都说什么他的家庭背景，什么单亲家庭啊，然后父母的关系，妈妈很强势，这个连结我觉得比较有问题。所以我是支持媒体是做报道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可以再深入的去理解一下。我觉得比较大的就是扯东扯西，就是说那个连结不是那么强。就像我们常在谈的，就是一个杀人跟他的种族身份是没有关系的，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冲突。那为什么去强调他种族身份，或者是这个是他的同志的身份是这个的重要的因素吗？或者是这样子连接的吗？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在于这些，而媒体常常会有一些那种廉价式的批判，就是有事没事都会酸一下，然后廉价式的批判。我觉得这个，但是那个是很严重的，因为那个累积下来就是对某些群体的刻板印象。这个倒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它不可能是不谈，或是也没有必要去谈。就是现在搞到一种状况，就是万物皆马赛克嘛，就是连生殖器啊，小朋友的生殖器、小狗的生殖器，或者是香烟出现，它都会打马赛克。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一种状况。可是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些民间团体去回应媒体过去的报道的一种压力。但是我觉得它本来就会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它一定是慢慢找出一个大家是可以共同去接受的模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媒体它其实也有一些反弹，可是它这种反弹，它现在阶段也许是隐忍的，可是过了一阶段，它可能就会再爆出来。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不断在动态的过程，一不断在对话的过程。它大概很难，就是伦理这种东西啊，特别是新闻伦理，它不太会有一个明显的准则，因为它常常是情境因素，它必须要考量到情境。或者考量在那个当下的那种状况，你很难去做。就像我们常常在讨论偷拍为什么不可以呢？对啊，如果偷拍是去揭露很重要的事情，那就必须要偷拍嘛。可如果没有这次的监听，对不对？好，假设，那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虽然大家都可能都知道，那我不是说这件事情对，但是它其实某种程度它是需要违反某种的道德或是伦理，只是它有其他的意义在里面。那它很难，我觉得很难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模式。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因为刚刚有提到民间团体自己自我的内省啊，
那我觉得当然也要再表达一下，就是说其实比如说性别的议题，那同样是关注性别议题的在台湾是很多元的。那前面也有提到，就是性别团体也有不同的立场，比如说我们谈性工作，那有人是反对性工作，那有团体是站在性工作者的立场为他们争取劳动的权益，是有不同。包括对性的看法，比如说性应该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那一个女性的性自主是应该让女性有追求性解放的可能，但是也有人认为女性的性自主是在于女性要被保护，那这个就很不一样的论点。那其实也在运动内部，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各种对话，包括在运动内部以及跟公众，所以就是稍微澄清一下有不同立场。好，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老师好，然后刚好是提到说，不论是中国他们以温情包装，或者是台湾是三星色来包装，我觉得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这项新闻嘛。那我在想说，我会预设说，他们想要借由这么多人来关注，一定是想要借由一个个案，然后来引申对整个更大结构的一个批判或是反省。但这只是可能是比较高的层次，不要谈收视率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最近就是常常会有那个。就针对某一个个案，它过度曝光，那你会，我觉得这反而会造成月经人一个很反感，就是到时候我本来只是关注他，可是我想，媒体如果想说，我让你关注这个个案，那我想要引证，我会想要讲更多背后的一些因素的话，那你过度的曝光反而会造成月经人反感，之后我也不会想要去看后面到底是什么层面什么因素去影响他，那这是我的一个疑惑，就是。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你过度的曝光本来是想要吸引更多人的注意，但你太多的讯息量每天就这样轰炸，然后是同样的一件事件，然后一直讲，还是用各种完全非观教育的一个报道方式去报道的话，我觉得反而大众完全不会再想去深入的看。那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疑惑，然后想听听老师你的意见，谢谢。我觉得你的利益太良善了，你认为那样的利用曝光的某一种人或者是一种煽情的事情，是为了要达到传授背后那个资讯的那个目的，我认为可能不是吧。我觉得有的媒体公司啊，不是说记者本身，他可能就是有一种带过吧，就是他觉得这个有人看，不断的我就是过度消费，甚至那个讲的话是一样的，一天就是你知道我们的那个电视真的是很可怕，有时候你一天不用看太久电视，你大概就选几个时段看看，大概整天的新闻你都知道了，因为它就是不断的播。我认为也是，这叫节省经费吗？还是什么？还是带过？我就不清楚。绝对不是媒体记者本身的问题。那个部分其实我没有答案呢，因为我觉得要改变的可能是那个媒体企业那个结构，他怎么去看待新闻这件事情，跟他这个企业想要做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一样是很复杂啊，就是。连在公司人做一天做两则新闻就哀哀叫了，都要怀念以前做一则新闻。那其实上一下一，其实在电视台都是非常普遍的状态，就是早上一天做两则，那现在还是有一天做四则的。一天做四则，怎么可能会做出好新闻？就是新闻记者很像快递，就是你到现场把东西拿了就走，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事情发生什么。所以我举两个例子，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有一次。我们开一个记者会，然后那个记者会是在上午，然后突然就是快到结束的时候，因为这些人都讲很久嘛，那到 Q&A 的时候，就有一个记者问了一个问题，然后问完之后，我们还没回答，他就跑掉了。为什么他跑掉？因为他是晚报的记者，所以他必须要回去，所以他只够丢问题。那他好不容易丢了一个问题，可是人家还没回答，他就走了。那你不能说没礼貌，因为他要去工作啊，那就只能去写衔接面的东西。那有一次也是开一个记者会，一个记者九点的记者还是十点忘了，反正他是提早都到，然后就是假设是九点记者会好了，我就跟那个记者在那边聊，然后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记者会蛮无聊，还来蛮感动的哈。然后就是九点快开始了，然后八点五十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就跟我说不好意思我要走了。为什么要走？因为长官说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发生一件冲突的事件，也是一个 NGO 的一个反正是比较激烈一点，然后就必须赶到现场。那我想说，你到现场，你知道你要问什么吗？因为他根本就完全没有办法准备，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刚刚谈到那个整个劳动条件，就是它很难去做。那虽然刚刚王平提到很多是因为公司的收视率，其实我还是必须要讲，有时候是大量的出现，因为为什么会觉得反感，是因为它不断重复，这是不断重复，所以你会觉得很烦。那第二是它不断，就算不断重复，它但是它就不断的琐碎化，你也会觉得很烦。例如说洪仲秀到最后就觉得很烦嘛，就你不知道他在干嘛，就洪姐姐跟排长干嘛关我屁事，你就会觉得这干嘛，这要求为什么报道？或者说，昨天就最好笑的就是就是马王之争，那最后搞到连什么新三国也出来了，兰陵王也出来，后宫甄嬛传也出来了，步步惊心也出来，然后就是用最简便的方式去说这些宫廷的斗争，这些宫廷的斗争，然后跟他们什么关联性，然后其实你直接看那个逻辑都不同。那为什么会做出这些东西？就是有几个，有一种方式，他假设大家想要看，那假设他说，哎，反正是一个热门的戏剧，他可以连接。那第二就是说，那他必须要生产那么多的新闻，他怎么办？那直接去剪电视剧是最快的，然后自己我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去跑线，我只要在家里面打开 YouTube， 然后或是找到这些影片，我就做完一则新闻了。那这的确不是记者的问题，但是也恐怕也是记者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挖掘到更多的可能性？好，当然有时候是我们挖掘到更多可能性，是长官不要我们去挖掘，这也是一个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内在的过程啊。嗯，好。还有吗？就是就是我不是新闻专业的，就我是一般的老百姓而已。然后就是因为我最近有关心一些社会事件，比如像大埔啊，然后或是什么洪仲秀，然后其实关心这么多社会事件，台湾社会事件，后来看现在一部大陆的，就会觉得有点哀伤。就是其实大陆跟台湾其实没什么不同，因为我们在一些社会事件看到了，比如说像环评被乱改资料，然后一些证据被隐瞒之类的。对啊，然后我想说，就是总觉得好像什么，现在台湾跟大陆怎么越来越接近的感觉，就是这些不正义的事情，然后可能媒体也不愿意花心思去好好的报道，就是我是说主流媒体，就是可能像少主 BOT 案或什么，其实我有在关注，可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主流媒体，就是从50转到58台都没有任何媒体在报道，就这种隐瞒。可是少主 BOT 案却是环评里面是很大的一个欺骗，就是好像有篡改里面的一些民意调查的资料还是。然后，所以我也想说，那这样子一般大众到底可以做什么？就是面对如此，就我也不想台湾变大陆，就是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或是最近才比较夸张，还是之前就这样子？是我没发现，其实我不知道。只是我想说，在现在这个局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去做什么努力？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就是对，就是这样。谢谢。我必须说，现在比以前好太多了。以前根本就没有媒体可以报道任何人民抗争的事件。早期应该可能要非常资深才知道，就是早期根本都是自己扛着摄影机，像绿色小组的年代，自己去拍，然后可是你也没有管道放。说真的，你有拍，可是你也不可能放，因为不可能在任何的地方看到。我觉得现在包括从公司开始，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管道，比如说像上次大家跑去内政部。就可以在网络上直播啊，就是我觉得有网络以后，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些事件如果没有网络的话，消息完全散不出去。所以我认为我比较不悲观，我认为其实现在我们掌握了一些工具在手上，大家又有一些能力，然后通过网络的联系，有些影像是会出去的。只是我们还是期待，因为一般人坐在家里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坐在家里，还是在消费所谓的主流电视。我们希望让主流电视里面开始有一些我们关切的声音进去，那这个比较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但是你说影像要被看见，我觉得我觉得是有机会的。下次可以直接把50到58删掉，直接打开都直接就是13台。少主公共电视有报道，对 ，PN 有，是做 PPT， 对啊，那是公视也有嘛，对不对？我记得是公视有做一则，有做一则嘛，对，按你们
对，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还蛮重要，因为有时候是习惯，所以我们习惯就是时间到就那几台嘛，那吃饭也习惯就看那几台，可那个习惯有时候就是一线之隔。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并不是没有，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而是说我们不习惯于这些已经习惯的东西，对，常常是被我们习惯给限制住。那或者是说，你就是我们也有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资料库，对，我觉得这蛮重要，或是。就是买一本书嘛，就是对我们，对，我们是直接行销，直接行销，不是我从自录就直接对，买本书也是对我们的支持，虽然我们一本书可能也支持不了我们几分钟，对，但是还是蛮重要的。我觉得其实有蛮多的独立的媒体的出现，特别是越败坏的年代，你会发现越多这样的东西的出现，而且你会发现，我最近这几年非常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原来大家想要去做媒体工作是可以不用去主流媒体，他就可以做得到。好，就是包括朱淑娟，大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或者是我其实都最近都是被我们的就是知韩族的杨千豪给感动哦，就是一个从小对媒体工作很有兴趣的人，他可以一个人跑去韩国，然后做韩国的报道，然后是没有钱，然后自己想办法去弄钱，然后去养活自己的，所以。本来就有很存在很多的可能性，只是可能例如说传播科技的学生都习惯于到主流媒体里面去，那或者说我们都习惯于看主流的媒体，可是它算是一线之隔，那多一点支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蛮重要的，就是我们也蛮在乎点阅率的，对，就是说或者蛮在乎那个点数被分享，我真的觉得蛮重要的，是那个我们的家父真的很辛苦嘛，就是对啊，如果点阅率高一点我们也是会稍微开心一点，对，也表示说我们做的东西是有人在看的。PN 其实也会在乎点阅率吗？不会。我们也在，但是我不会因为点阅率而低头啦。对，这是很重要的，在乎点，但是不会妥协于点阅率就对了。对，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可以选择，倒没有那么的悲观。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要再做一个结论？那我们就今天这一场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后我会来看另外一部片子，就是《天喜》。好，《天喜回家》。那当希望这次艾小明老师可以顺利的连线。对，那我们就是大概那部片子40分钟左右的，30几分钟。对，那我们大概7点多就会跟艾小明老师来做连线。那我们谢谢王平，也谢谢大家。